我与赖佩霞女士已经完成中华民国第十六任总统、副总统联署登记的程序。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，我们已经迈出台湾政治新方向、新气象的第一步。台湾的2300万人民渴望改变，我们承诺将竭尽全力实现台湾和平、繁荣、青年的政府。我要感谢佩霞、Tammy 加入我们的团队，成为我的副总统竞选搭档。赖女士在双重国籍，在我们没有见面之前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我们有把握在法令规定日期之前完成一切的合法手续。每集的问题，能不能亲自来回答？还有对于刚刚他所提到的，有一点是跟参议权的身份有没有一些冲突的部分？ Okay. 首先我要说的是，郭董刚刚说了，在还没有见面之前，他就知道我的状况，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提出申请。那心情呢？心情是这样，高潮迭起。那我相信，经过这样的训练，我们一定会是一个更有毅力的搭档。谢谢你们，真的，我们的心只会越来越靠近。谢谢。